的布，我的布啊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的布啊！乐乐，你干嘛把人家的布弄成这样啊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没想到你们竟然是来搞破坏的。今天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拿到奇奇布。我们赔你的就是了。怎么赔？这可是顾客订好的布，人家马上就要来拿布了。老板，我来拿货了。夫人，您来了。夫人请，请这边坐。夫人，您的布在这儿呢。老板，这不是我订的布啊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，你怎么做生意的啊？竟然把我的布弄成这样，你知不知道我等着这些布做礼服去参加宴会呢？这个都是他，都怪他把布弄坏了。不要，快放开我。哎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对不起，请放开乐乐，所有的后果都由我们来承担。虽然这些布有了窟窿，但我一样可以给你做出衣服来，保证误不了您参加宴会。是吗？嗯，好，那你现在就做，必须做得让我满意才行。哼，你们来承担后果吧。看你们怎么应付。夫人，您先休息一下。这布都成这样了，能做成衣服吗？只要我们动脑筋，这样的布也可以做出衣服来的。做衣服去宴会，做衣服去宴会。紫精灵，嘿，别吵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衣服呢。问我呀，我就是一字精灵。对，他头上的字就是一字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一字吧。一是一个象形字，一它的样子就像一件衣服。你们看，一字的上面像领口，两旁像袖筒，下面则是衣襟。衣服，衬衣、毛衣、棉衣，小朋友们衣着要整齐，还要学会自己穿衣服。这衣服上还有好多缝，是不是就叫衣缝呀？真的好多缝啊，难道就没有没缝的衣服吗？有，天衣无缝呀。对，传说中天上仙女的衣服是没有衣缝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常用天衣无缝比喻事物周密完善，找不出任何毛病。我的计划就是天衣无缝的，你们谁都没发现。天衣你们是做不成了，可是特色还是可以有的哦。特色衣服，哇，有啦。布都破成这样了，做出的衣服那位女士肯定不喜欢。衣服做好了。啊，果然很独特啊，那位阿姨肯定满意。哦，衣服做好了，给我看看。样式嘛倒是挺独特的，可是我总不能就只穿这衣服吧。想不到他们还挺聪明的。不是吧，这样也行？别急，我们这就给您做裤子。好，一会儿我再看看效果吧。呵呵，看来还挺容易的嘛，这回我来做裤子。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也来帮忙做裤子。嘿嘿，做裤子可不容易哦，你们能做好吗？你是什么紫精灵，敢怀疑我们？我是谁？你来猜呀。一间屋，三个门，里面只住半个人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屋子只住半个人呢？是裤子呀，它就是裤子精灵。哈哈，猜对了，它头上的字就是裤字。裤子，就是穿在人腰部以下的服装，所以只住了半个人呢。
长裤、短裤、背带裤、喇叭裤。不管什么裤子，我们也都要学会自己穿哦。现在跟我一起唱穿裤歌吧。一条裤子三个洞，一个裤腰像水桶，两个裤筒向上动，左脚钻进左边洞，右脚钻进右边洞，就像火车进山洞，就像火车进山洞。我还知道一个绕口令，小花鹿穿着小花裤，小花裤套着小花鹿，套着小花鹿的是小花裤，穿着小花裤的是小花鹿。小花鹿穿小花裤，小花裤穿小花鹿。哎，为什么我每次念绕口令都念不好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念了。嘿嘿，连绕口令都念不好，还能做出裤子吗？谁说的？我一定能做出来。我也能。那你们做裤子比赛吧。嗯，预备，开始。看来公主早有准备，为难红毛他们呢。哦。做好了没有啊？阿姨喜欢我做的裤子啊，这叫什么裤子呀，真是太差劲了。哼，裤子太小了。我这裤子保证你能穿得下。这怎么穿呀？这公主这招真不错，看来她要发火了。哎，你就让我穿成这样去参加宴会吗？你诚心让我难堪是不是？夫人，您别生气，还不赶快想办法。您别急，这只是穿在里面的，我们还要做条裙子让您穿在外面。裙子？裙子我喜欢，你一定要好好给我做，听到了吗？嗯，一定要做好，裙子可漂亮啦。你又是什么自信灵？孩子们，这就是裙子精灵。裙，裙子，长裙、短裙、连衣裙。我的绿叶裙可美了。裙子飘起来，像一朵朵小花，开得满山遍野。花裙子飘起来，像一只只彩蝶，飞得自由自在。裙子飘起来，像一只只画笔，把生活涂抹的变成色彩。唱得真好，希望你能做出一条美丽的裙子。嗯，现在就开始吧。裤子没做好，裙子肯定做不成啊。穿裙子参加宴会肯定很漂亮。希望这帮孩子能做出令夫人满意的裙子来。裙子做好了。哇，真漂亮啊。啊，做好了吗？快给我看看。很丑很丑，不满意不满意。哦，现在也满意了吗？这裙子倒是不错，可是，哼，你们浪费了我那么多布料，这又怎么算啊？不过，这，哼，如果你们用这些碎布还能给我做些什么来呀，那我就真的满意了。对今天的事儿，我也就不会再追究了。知道了吗，老板？啊，一定让你满意，听到没有？如果做好了，奇迹布我还是会卖给你们的。可是我们到底要用这些碎片做什么嘛？就是呀，做衣服不够，做裤子也不行呀。可不能让他们拿到奇迹布。我看是做不成了，干脆我们悄悄溜了吧，省得还要挨他们骂。那怎么行？
为了奇奇布，我们也该努力完成啊！更何况我们答应了别人，就一定要做到。红帽说的没错，只要努力想办法，一定难不倒我们的。可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想要知道做什么，看看我们就知道。看你们，他们是袜和帽子精灵。袜，袜子。袜子就是穿在脚上的东西，用来保暖的。因为我们只有两只脚，所以袜子通常都是两只，也就是一双。没错，我来唱一首袜子歌吧。两只小口袋，天天随身带，要是少一个就把人笑坏。很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帽子。你们看，这个帽子由哪些字组成呢？有个日光的日字，还有个目光的目字。那它左边这个是什么字呢？左边读巾，毛巾，手巾的巾。帽，草帽，礼帽，军帽。亮帽、布帽、小棉帽，春夏秋冬少不了。包包戴上小花帽，这样保暖又俊俏。唱得真好，唱得真好！谢谢你们提醒我，我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就要做好了，我这就去叫他们来看。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看来公主又有新的计划，定会让他们好看的。哦，一双袜子，一顶帽子，布料一点都不剩，真是太棒了。哈，真是太奇妙了，你们的手真巧啊，居然可以做出这么有特色的东西。嗯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你满意就好，希望下次再次光临。一定会的，现在我就要穿着这身去参加宴会喽。总算没砸了我的招牌，你们兑现了诺言，现在我也要兑现我的诺言了。哦，老板同意把奇奇布给我们喽。给，这就是你们要的奇奇布。哇，这就是奇奇布，好漂亮呀，好神奇呀，真是太谢谢了，老板。你们还得谢谢我们呢。是啊，得谢谢字精灵们哦，我们把他们送回家吧。好。衣服、裤子和裙子穿在身上真漂亮，还有袜子和帽子。我们现在去找妙妙锅吧，老板，再见。再见。又让他们成功了，看来公主的计划失败了，接下来我得加把劲儿才行啊。等等我。